这间是餐厅吧？你不做戏房进去啊，好不好？Kitchen。是吗？进了。是吗？进了。他打一个洞在这里。 感谢天主，感谢父母啦，对啊，感谢老师啊。我说阿怎么不要感谢阿嬷了？感谢阿嬷，阿嬷带你们感谢阿嬷哦。我已经找下来了，你还叫我走上去？我头痛，头痛。
为他是对的。对啊。唔免紧张啊。他们都流汗，都流旁边。金雕哎。后边迄个陈某讲啊，拢会流鼻。我讲你食伤好食个，又讲。你坐伫个头前，你等下伊就叫袂。讲伊鼻子过敏啊，那他戴口罩，他怕都没有戴口罩。那高头什么？你们是刚尿啊？我一上车就开始喝水。那你病阿袂过？讲那么大声，啊！结果不是在内底尿，是同款，哎，紧张。外面没有啊。外面要钱啊，外面没有。